滨海胜景豪苑是由新加坡投资公司淡马锡控股和马来西亚国库控股联合开发的项目，实力雄厚，信誉不出其右，坐落在新加坡金融区的黄金位置，是个都市生活的典范，有情趣，有乐趣，有品质，有格调，有生活，有前景，有心灵，有经济，十全十美。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个中国人而言，可能去买房买不动产是一个资产保值最好的一个途径。那么我们之前也去到很多海外的国家也好，城市也好，去看什么样的房子适合我们来购买。那么可以说新加坡跟中国，它无论是这个文化的认同感也好，或者说是实际这个地理的位置也好，都是一个相对合适的一个范围。那我们之前也来过新加坡很多次，可以说今天我们看的这个项目，它在这个金融城的核心区，而且它这个单位我们之前也转过一圈，发现它的实际的这个面积其实非常适合，尤其是中国的这个中产阶级甚至是高产阶级来到这儿来置业。因为其实我们一直讲，就买房其实最主要买的是什么？其实最主要买的是对核心资源的占有。那所以今天你看我站在这个阳台上，其实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地方，这边就是非常漂亮的大海，然后在我的身后其实就是新加坡的滨海公园，很有名，就是来新加坡旅游的人其实都知道滨海公园，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各种植物，然后还有金沙酒店，新加坡的这个地标建筑，很多中国的年轻人愿意花几千块钱人民币一个晚上的房价到金沙酒店的顶楼的这个无边泳池去拍一张照片，就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核心资源的占有。买房置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名家设计。滨海胜景豪苑一如它的名字胜景，你可以拥有270度观景阳台。滨海胜景豪苑是由国际知名德国设计大师英恩霍文设计的，天上海上地上形成的美景无时无刻展现着这个地段的非凡价值。两侧中央街心公园和滨海湾广场巧妙地为滨海胜景豪苑筑起理想的隔离空间，挥去都市压迫感。当然，都市生活里的健身购物生活也是重中之重，200平方米的宽大健身房是一大亮点，50米直游泳池和烧烤台，还有附设厨房的私人餐宴厢房、休闲贵宾厅等。此外，综合性商场就在住家楼下，购买生活用品、各类型本地和国际餐饮，丰富你的味蕾享受。因为我作为一个女性，我相对于感性的角度来看，首先我们在新加坡买房可以解决子女的这个读书问题，这个是一定要考虑的。然后还有一个因素，其实我觉得你在新加坡你可能不会有一些雾霾的干扰，或者说你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空气，比较优质的水资源，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家里面有子女的这个主妇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考量的一个因素。那么还有其他方方面面，比方说这里的气温、空气的湿度，以及这边对于中国人而言有个非常好的置业的优势，就是它没有这个语言方面的隔阂。滨海胜景豪苑步行7分钟就可抵达，钻石级邻居滨海湾金沙，它还拥有许多重量级邻居，其中全球500强企业 Prudential 宝城保险、 BP 石油、 Facebook 脸书、株式会社30UFJ， 距离滨海湾花园、滨海艺术中心等世界级文化艺术地点仅步行距离。
滨海胜景豪苑四座建筑物有办公、住宅和零售商场，全生活功能。新加坡全世界最适合居住城市排名第三，干净的水源、清新的空气、安全的社会环境、优良的教育体系，生活情绪成本几乎为零。滨海胜景豪苑，顶级的房产价值、绝佳的地理位置、超凡的质感生活，等着你大驾光临，入住其中，成为最有眼光远见的投资胜利者。